点蜂蜜水吧。喝他妈什么喝？脸都让你给我丢完了！你说你一家庭主妇不好好在家待着，你出去给我丢人现眼了干什么？你是？我每天起早贪黑照顾这个家，我怎么丢人现眼了？你怎么丢人现眼了？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啊！你家庭主妇，你又没工作，你好好在家待着呗。你俩眼珠子不能看着别人，老盯着我干什么呀？你知道人家背后说我什么吗？说我找了个妈。你说你有手有脚的，自己找个班上不行吗？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，太好了，来尝尝啊。嫂子做的浙江香锅，口感不辣，酱香味十足，比外面卖的还好吃呢。啊，我知道你们不能吃辣，所以特意用了这个酱香香锅料包，用它做出来味道口感鲜香，好吃过瘾，而且配料表特别干净，老人小孩都能吃。对了，现在直播间有活动，9.9块花三大包，超级划算。嗯，那还是又好吃又划算的。喂，多吃点、啊。吃饱了没？再给你添点饭呢。饱了，饱了，饱了，吃不了了。行，我也吃差不多了。这什么老刘还等着咱呢，拖两圈去。走走，哎，你等等，你就不能帮他小点收拾收拾啊？把收拾什么呀？你家庭主妇就这么点事儿，自己收拾不就得了吗？你有个事儿呢，没听见吗？走走走走。这回咱俩得打对尖儿去。阿妈，我来就行。我为什么不去工作？因为我的孩子放学了没人接，生病了没人照顾，我找不到朝九晚四，我找不到双休可以随时请假的工作。那怎么着？你不用工作不挺好的吗？那好好在家待着呗，没工作就在家看看孩子，做做家务，这不等于享清福？都提前退休了，你还想怎么着你？是，在外人眼里，我是那个最享清福、最清闲的人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。可是全职这么多年。孩子没照顾好，钱没挣到，人越来越丑，脾气越来越差，是我自己愿意这样的吗？你叫我什么呀？不是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喊什么你？什么都不会干，天天在家养着你，给你养出毛病来了是吧你？在你们眼里，孩子生病了是我的错，学习不好是我的错，吃不饱穿不暖还是我的错，我最大的错就是当全职太太。
怎么了这是？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追啊！全职妈妈的心酸，没人能感同身受。你付出再多，别人也觉得理所当然。